他的职业是什么？他的职业，他真的很多，就是我们介绍他的时候，前面 title 会非常非常，对，他 title 非常多，就没法明说，没法说。菜花头，头衔多，没杀过人，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？他算他当然是现代人。Edison， 爱迪生。哇哇！爱迪生。不是，哎，我这个打错，我这个人打错了，你是打错了，打错，是到我了，对对对，到我了，瓦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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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对，哎、你脑子瓦特了，脑子瓦特了，你说吧，说吧，你说，你直接说，你猜出来，你猜出来，你说，达芬奇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嗯，我现在肯定是知道是谁了，但是我就是名字忘记了。那个科学家，就那科学家，但我把他名字忘了。那个科学家，那这个科学家他著名的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那个，但我名字忘了。模仿一下他的表情。对，就是他。他是谁？我名字卡住了。相对论。对，我已经知道他是谁，就是我把名字卡住了。爱因斯坦。哎呦，哦。我就刚刚卡了嘛，是不是？是，就是